光之天使信息，关于探寻真相，来自高密度博客。这颗星球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非常稀薄，随着他们之间的能量桥已经变得非常短，现在正为从 5D 到 3D 的能量流入提供不断增加的支持。这个转变的巨大益处之一是进入的能量将影响到更积极的改变，然而至于人们如何对这个能量做出反应，这进入的能量不会消除每一个个体的个人选择。正在进入的能量将促进知识和能力，让每个个体理解他们的选择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但是选择的能力是使地球平面成为如此特殊的学习场所的原因。因此，即使事情在维度层面上发生改变，选择也将会继续成为地球存在的一部分。这能量流也将驱使让真相在每个人的内在变得更强烈。当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没有达成同一个真相时，困难会产生。但是，真相不止一个，因为真相被一个人的感觉而塑形。只要每个人的经历、知识和感觉不同，所以他们所触及的真相也将不同。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提升你自己的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是允许其他人活出和表达他们自己的真相，让其他人可以从他们自己的选择、见解和经历中学习，这是超然的最高形式。另外，一个人不可能因为去指挥其他人的选择而不为自己制造业力，这是宇宙法则。你可以一直在那为另一个人提供温柔的指导，但是请记住，在你抵达你自己的真相之地时会是多么的强大。当来到真相面前时，没有对或错而言，在你所相信的事情和你所不相信的事情之间，你总是有选择权的。你没有义务接纳不与你共振的观念，并且随着你改变，你的真相也会改变。想想你生活中所有那些你学习到某些有关你自己或有关其他人或某些经历新的事情的时候，每一次你学习到某些新东西的时候，你的真相就改变了。所以现在你也许想知道更高的真相是怎么样的。难道没有某些总是对的事情吗？真相是，即使是那些真相也在变化。这是因为终极存有神随着每一个灵魂的经历的结果，而在每一个存在层面上进化着，去成为每一件事的基础，这是终极存有 Ultimate Being 的角色。然而，由于选择的力量，新结果、新知识和新经历可以被创造出来。在这一分钟，还是真相的事情，在接下来一分钟里可能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超然 Detachment 在能够具体表达真正的同情时是如此的有帮助。因为正是由于超然，才能使你可以退后，并去观察，去温柔地引导某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以便他们可以抵达他们自己的真相，而不是你去为他们决定他们的选择。真相是不断改变的，去发现对你来说是对的事情，允许其他人去相信对他们来说感觉是对的事情。人类不必达到同一个真相才能经历到平静，人类只需要接纳在不同的真相中经历平静是可能的。随着不同的领域重叠的越来越多之后，变成一个领域，你们将发现
你们不仅仅更加接纳在旅程中每一步的你自己，也将发现你们更能够接纳其他人，不管他们在他们的旅程中的什么地方。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